碧海蓝天，鼓点阵阵，乐声悠扬。一艘帆船满载货物行驶于避风塘中，三辆渔船从远处闻声驶来，船上渔民从义工手里接过一包包的防疫物资，又驾船飘然而去。在船头奏乐的是香港人李志雄夫妇，也是这艘梦工筑号帆船的主人。几年前，他们成立了香港帆船创业协会，旨在帮助青年人融入社会，也为需要的人提供海上运输帮助。疫情以来，夫妇俩利用帆船为香港离岛和避风塘的基层民众送去物资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因为避风塘这个富贵地方，很多人会忽略到，喂，有这么多穷人，你们今天真的亲眼看得到。除了是这样之外的话，也都会同一些不同的机构去做探访，也都想投放很多资源去给一些大学生去参与这些即所谓社会的工作。我们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收过任何钱的，我们够食就 OK 的了，大家开心。希望就是说这样做会影响到其他看到我们做事能够投放一些资源，令到可以做大一点，做阔一点。对于船长李志雄来说，帆船陪伴了自己大半生，也是他和妻子在水上的家。船上的每一块木头，每一根绳索，他都熟忍于心。在他看来，冬季的寒风，盛夏的曝晒，都是特有的挑战，也是帆船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。香港玩帆船玩了很久了，我自己都起码接触已经三四十年了，相当之辛苦。你看到日日是这样，你的肤色都未到夏天，我肤色已经这样了，更何况里面入去机房整 engine 上到下去潜水，我冬天的时候都要潜落水底，我们全部有这些工具在这里的。没有一个运动有帆船可以撑到这么多东西出来的，帆船韌力、耐力、意志、斗志、 teamwork 缺一都不可的，没有一个运动是可以这么全面的。在妻子的支持下，李志雄利用业余时间为有意向的香港青年义务提供帆船培训，推荐他们参加帆船赛事，也鼓励年轻人充当海上导赏员，为游客推广沿岸的历史风景。我们想打破那个传统的概念，就是说有钱人才可以玩帆船，但不是咯。总之我们想提供机会，免费机会训练他们玩，然后比赛。好像过去的十二月呢，其实我们组了三队，我们用三条的帆船，我们出了去参加了个比赛。有三队就是由科技大学组成，大学生组成的队伍，他们个个都很开心，而校长史维亲自来打气。2003年，李志雄远离家乡，北上内地城市经商，在内地奋斗十几年的经历，让他对这片土地有着别样的情感。疫情之下，他见证了内地同胞对香港的支援，这也让他更坚定了推动两地青年人互相交流和了解的想法。讲今次疫情里面，好像我们今天的物资，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，如果靠香港去做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即是可能有钱，但都买不到物资。因为我每一年都带香港的城市大学或者浸会大学的学生呢，就回入去大陆做 intern 的，我自己揸车带他们去的。其实现在来计的话，我们的后着呢，就希望呢是大湾区香港的大学和内的大学，我们去 support 他们。我们都回归了25年了，是不是？那内地的学生都很想落来香港的，那么落到来香港怎么去其他岛呢？那我们的船可以做得到了。风帆猎猎，帆船在海天之间乘风破浪，这对香港夫妇说，希望用帆船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为暂处困境的人们带去勇气和希望。